公所大厅人龙排了一排又一排，这些人不是来洽公的，而是为了这个。满满一大桌，全是彰化鹿港在地厉害的小吃：乌鱼子、烤大卷、肉包、虾喉、面线糊，还有牛舌饼、凤眼糕，光看就让人想食指大动，但想吃就得报名。活动开放，现场报名50桌，网络报名50桌，用传真的125桌，一共225桌，短短30分秒杀抢完。我6点半来，谢谢。啊，伊5点半。还有人比他们更早，清晨4点就赶来公所排队抢头香。有人来得晚，没抢到，只能扼腕明年再来。会那么抢手，不是没原因。29道菜，前菜就有5道，主菜11道，甜点6道，加上伴手礼7样，这样一桌3000块钱，等于每道菜只要10块钱左右，号称 CP 值最高的小吃宴。啊，网络的报名也是在30秒钟啊，就秒杀。鹿港小吃宴进入第7年，年年高人气，秒杀抢报名，今年不例外，用在地小吃、庶民美食冲观光人气。记者陈胜伟、陈思源、栾志怡，彰化报道。